样子，然后拆掉之后，它变成咖啡厅公园、中央公园，然后还有那个美丽岛学院。就这个啊？对，它现在其实你小虎，如果你用走路，我们等我回头走进去是可以，它那边有很多摩托车，对啊，它只是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它不让车子进去，但人最后一家就是老板还是剪头发？潘老板在这一家，哪一个是潘老板？这家就这个啊，潘老板，然后旁边就是那个阿佑卖冷饮的，他把它打掉了，这是潘老板的家。怎么觉得还有人在里面啊？接下来下面一个家就是我第一间就是我妈妈住的房子，就这个榕树的后面，这个整片都是我们的。这样子夏天不会冷，吓死了，你谁敢去？夏天的话，就是往北边的话，你看他们现在那个就住在重新屋顶的那个东西，对，瓦都是新的了，他们要变成一个观光区了。这样子就失去它老的。对。现在到可能还是最后你下次来住都通通都变成政府盖了一样的了，就变全新的啊、哦、全新的，现在看还是没有打掉的，所以三家，这都是99，99，99，这个是台湾的93，这是日本式的房子，最早的时候是日本的。这个门好矮哦，我都觉得你走会撞到你。一点点。